很多人呢不懂得这个衬布怎么编，哪里该拼衬布呢？我这里给你们大概的概括一下啊。你像这个位置比较空，对不对啊？可能这个位置会有一个物体啊，有可能这个位置会有一个物体。那我们画面当中肯定你不可能说你画东西你不考虑物体，你只考试考一块布啊。考虑这个衬布的话，这里比较空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你直接这样拉一根线，它就会很假。我们一般会比如说拉一根长线啊，这个位置比较空嘛，我们拉一根长线会转折一下，就相当于是那衣服啊那个布褶啊被拎起来了一下。另外一边我们就会用斜缝压一下。破个短点的八字，看到吗？整体是八字，但如果你就这样写这样写这样写，它就很假，懂不懂？所以想要你的衬布它的形态再丰富一点的，就是像那种自然形态一点的，所以这是一个规律啊，一长配一短，一粗配一细，到有东西压的地方呢，这个褶都要去折起来，好吗？明不明白？好，接下来再请换一个蓝色调的衬布模板。对，因为你们也经常会看到像这样子的，可能这个后面有一个台面，远远的地方一个衬布从这个后面来的，有没有这样子的模板啊？像这样的模板呢，我们很容易说把这种衬布的形状画的不太好看，比如说可能太直啊这种，那你就要注意一个近大圆小，近宽圆窄，这里要收一收啊。像这种呢，一般我们像这个位置，会有一些重要的主体物啊，或者什么东西，和一些堆的什么，会有一些盘子啊这种什么，是不是啊？会有一些这样的东西在这里，对不对？那都是我们要把它去考虑进去的。这个盘子一下可能会有投影啊，这个后面可能还会考虑有东西啊，这个位置虚焦会有东西啊，这个位置会有东西啊，可能会有葡萄下来啊，这个位置可能会有长条形的东西啊，比如说可能是一双筷子，可能是一根香肠，可能是一根笔，可能是一把刀，可能是一根钢笔，可能是一副眼镜，可能是任何长条的东西啊。而这个位置呢，可能会有一个杯子啊，它的投影啊，或者是说类似于像杯子大小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画这些东西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去把这些投影啊，它的一些形状考虑进去。今天刚放假，来了石膏，白色的，昨天画的白色的。对，我们昨天画的是白色的、啊、白色，白色衬布还有石膏，白色骷髅头石膏。Hello，Hello， 宝宝们，欢迎小伙伴们，记得宝贝关注我。今天画衬布模板，教你们怎么去画衬布模板啊！看四姐的，一不小心四姐这个提稿就写好了。对，这个看这个，难道我现在对毛毛过敏了吗？我一过来就会打喷嚏，我以前不过敏的呀。你像这种投影啊，它做空间从强慢慢到后面变弱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这种空间做出来，你看你们画面啊，有时候就是缺少这样的空间，所以它就会比较僵，比较呆板。谢谢我关注，你们有多少？你们今天来看书都今天放假的，宝子们，在公屏上有问题可以互动起来啊，这绝对比回私信要快啊。是的，大一了不甘心复读吗？大一了你还复读啥呀？对啊，好好读大学呗，享受你最美好的一段人生呢、啊。像这种衬布后面厚度下面的投影，我们也都淡一点啊。宝宝，你真的不甘心的话，你可以好好大学时候好好学习。可以去考研，考你想去考学校的研。是的，可以去考研究生啊。老师颜色调太纯怎么办？加补色加灰。对，加高明度的补色啊。报名回来了，报啥名？模考吗？不是，他们应该是那高考报名吧。很多人呢不懂得这个衬布怎么编，哪里该拼衬布呢？我这里给你们大概的概括一下啊。你像这个位置比较空，对不对啊？可能这个位置会有一个物体啊，有可能这个位置会有一个物体。那我们画面当中肯定你不可能说你画东西你不考虑物体，你只考试考一块布啊。考虑这个衬布的话，这里比较空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你直接这样拉一根线，它就会很假。我们一般会比如说拉一根长线啊，这个位置比较空嘛，我们拉一根长线会转折一下，就相当于是那衣服啊那个布褶啊被拎起来了一下，所以呢一般会拉根线然后转折一下。另外一边我们就会用斜缝压一下。破个短点的八字，看到吗？整体是八字，但如果你就这样写这样写这样写，它就很假，懂不懂？所以想要你的衬布它的形态再丰富一点的，就是像那种自然形态一点的，所以这是一个规律啊，一长配一短，一粗配一细，到有东西压的地方呢，这个褶都要去折起来，好吗？明不明白？哈喽，小宝宝，欢迎小宝贝们，宝子们没有点四姐关注的，想要色彩高分的宝子们，左上点四姐关注哦。是的，你看你画面当中，哎，像这种小点的物体你就加一点，对吧？你要让你的画面它的物体怎么样多起来，不要让它，你看，如果这个位置你看，哎，有个小部分我都会或者稍微做一做，对吧？能不能理解啊？这个后面是它的一个背景了，对吧？画不好变成八爪鱼。是啊，所以说要会调整这些东西啊，能明白不？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开始铺色了。做图的这一步，我刚刚有跟你们讲这些布纹和投影要怎么画，对吧？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开始来铺颜色啊。铺颜色呢，我们可以用最大号的扇形笔，也可以用反刷啊。这个主要就是看你自己的个人习惯了。好，那有买过我们森野90色免调色颜料和金榜的83色免调色颜料的宝宝看过来啊，没买的宝宝也可以看过来啊，你可以看它的一个规律啊，好不好？你看我们。首先先怎么样，先用它的蓝布亮的固有色，其实用蓝布亮的固有色呢，它其实你看直接画上的话颜色还是会有点怎么说呢，简单，那我们肯定在里面透色。好，因为我们要铺色这个比较快嘛，对不对？一般蓝色里面前面比如前面暖后面就冷，前面冷后面就暖，冷暖相对嘛，对吧？好，比如说你可以想，哦，我前面想，那你家拿黄吧。四姐现在都看，对，这不是想多涨点粉吗？同时是的，你看，然后哎往后面走，对吧？你就用这个稍微调点颜色就好了，这真的难度不大，你再加点这种我们这个很漂亮的紫布亮的颜色，加了一点这种肉色啊红布亮啊这种都可以的，你往后走，我前面如果加的黄它会偏冷，那我后面就想办法让偏暖一点，我再加点红布亮呗。在西方学了一个月，你朋友说我吸毒了，黑眼圈吗？
真羡慕你们小小年纪就有女朋友。不提倡早恋，但是你硬是恋了也不反对啊，希望两个人相互鼓励吧，学习弄好才是王道哈，一起考入心仪的，对，一起考入心仪的大学。然后你看像这样子你就会有前中后这车的变化，你看这样是不是很快啊？我们那些画得很慢的同学学问我，老师我想要快速一点我画不完怎么办？你前期你一定要在铺色上面去节约时间，后期塑造是没有办法跟你省时间的。我昨天是画了一个完整稿对吧，你也知道到后期它就是会比较慢，它不可能快的。是的，谢谢老婆关注。你说塑造你想画好一点，它不可能啊。好，用白加点白不亮，加一点点这个蓝布的颜色，它是因为蓝布它是偏冷的对不对，所以我们往前走让它稍微怎么样透点暖，这样你就很漂亮。哎，我们紫不亮的颜色真的是 YYDS 啊，想知道这个颜料在哪里能够得到啊，能够拥有就某宝店铺搜索思思老师的店啊，某宝店铺搜索思思老师的店，认准思思老师的店，这个是同款的90色森严两色颜料和83色金宝描色颜料，90色马上就要断货了，九十色大概就只有百来套了吧，100-200套了吧。是的，可能下一批我让工厂抓你去赶，但它可能就颜料生产出来，但是包装因为它热转印了还排队，可能包装就是只能是普通的黑色包装了，没有会印，就印不上我们那个漂亮的印花了。这使得啊，你看往后面走，我就把它的这个颜色能怎么样降灰一点，对不对？它的背景，很多人问，哎呦，老师背景怎么画？哪哪好用？这里有这么多的背景颜色，那你不随便来什么背景、台面、不锈钢、矿泉水都可以用来画背景的。它变红嘛，就沾点绿，是不是啊？师姐可以多整点韩国绿的单支吗？不要单支，我得个老天爷。就那个做单支的师傅吧，就那个技术，他的杆子特别好看，对不对？那个古风阡陌的杆子，那个技术只有那个师傅会。对，那个师傅还教不会别人吧，然后身体还不好。现在我们催也不敢催，我们10月份就把订单已经下下去了，跟厂里讲了，因为他就是人工手工一个去一个去搞的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就很麻烦，现在就是大在这里了。对，还有他们自己就如果一根根弄呢，他就。有人也能一根根弄出来，把那个树脂倒到那个模具里，然后用点点那种芡末啊，再点进去，手工一根根做嘛，它就很贵，它要收我非常高的人工费，我根本就吃不消，没有办法弄，只能等那个师傅。那师傅现在动手术住院，但是反正就是尬住了。我们就是很想催，但是也不敢催，就也不太好意思催啊。对，因为就只有那个师傅会做这个杆子，如果他不给我们做，那就完的了。那就到时候我们只能要重新去跑，去找有这种技术的工人和工厂。对，然后你们看啊，因为最近的我时间比较紧张啊，只能看后期。你看现在这个画面，它的这个大色块已经铺好了，对不对啊？铺好了之后，我们在干嘛呀？我们是不是就要统一投影了呀？很多人都不懂得投影怎么去画好看，那么这里好好看清楚好不好？其实这里你看，老师铺的颜色它不会很单一啊，调色纸都让你们看到了，是不是啊？它不会很单一的啊。我这里是用的我们的免调色颜料啊，嗯，金宝的免调色颜料，对，还有森野的。我们现在等等，统一投影啊。好，这里我们用的是蓝。快点，怎么买？某宝搜索店铺思思老师的店，宝宝。某宝搜索店铺思思老师的店。这里我们用的是蓝布呢，加一点点朱红颜色。我们现在有双十一的活动啊，认准思思老师的店，现在双十一的活动从今天5号到11号整整这一周的时间都有双十一的活动，我们满200减30，不仅满200减30上不封顶啊，还有买套装的十分比有免调色颜料的赠送，还有毛巾跟胶带赠送，买套装颜料有无线吹风机啊，大几十米一个的无线吹风机送大几十米无线的一个无线吹风机，还有调色纸一本，还有那个素描磨铅器啊，都送给你们的，买套装颜料都会送的啊，双十一的这个福利啊，记住了吗？认准思思老师的店哦。我们思姐还为我们的免调色颜料配备了整套的教学视频，全部的教学视频啊，单体啊、衬布啊、色调、完整画面全部都有的啊。是的，然后还有 VIP 群。是的，所有买了我们森野产品的宝宝们都可以进我的 VIP 群啊。好，你看这里我用的是蓝布亮加大红，画了这种比较透气的地方，缝隙处我们应该用到钴蓝加深红加一点湖蓝，因为如果你不舍得把更重的颜色画进去的话，它就会怎么样啊？森野的笔大大的好用，光影画师好久不见哇。欢迎光影画师，是何老师吧？光影画师是我记得。吹风机店里有没有购买链接？吹风机我们暂时没有，如果你们想要的话，你们想吹风机的话，我们自己说昨天说可以开团，你加群我给你找一个便宜的货源，对，给你们一个很便宜的一个价格给你们开团，我们店里是没有的。自己正好就有个朋友他做这个，他自己厂家在做这个吹风机，他说可以帮你们去弄一个团购，在我们群里没有，一会儿你在群里问一下现在有几个要那个的。自己我来了，你来了空欢迎空，你看这里我是不是做了投影的层次变化呀？很多宝子就想不通啊，不去做这种投影变化，你要把投影变化去做起来啊！你不做起来，你这个画面不是没变化的啊？那往后面走，我就用点这种蓝布灰的颜色，加一点淡紫，往后面推一推。都在，那你在群里面讲一讲，你说你要啊，吹风机开团，我看看你在哪里。因为他就是也要一箱一箱发货，你没有团掉一箱，那我也是拿不到什么货的。对，谢谢孤鬼大条，好嫩。因为也不是我就是带个福利，所以这种就是不赚钱的，对，只是说你们想要这个比较便宜价格的吹风机，然后自己正好认识这个朋友，他自己是厂家，所以他可以帮你去开一个这样的团，满一定的数额，可能是一箱或者多少，然后就一起发货这样子。他一箱好像是30个吧，其实也不多的。是的。但因为我不会主要去卖这种东西，因为毕竟我又不是说专门去做那些，所以呢那些东西我不会去进货进一箱进在那里或者怎么样，所以就看你们要我就给你们拿一下，你们不要我就不动。是的，你们想要的话你们先进群啊，先进群，主页进群，主页进群好不好？欢迎小伙伴们，有什么色彩问题、教学问题的都可以在当里面扣出来。有什么想问问题？毕竟马上就快联考了，你现在还没有问题吗？好，你看啊，这个衬布的厚度呢，我稍微做一点厚度，你就不要用太重的颜色，你可以用蓝布灰啊，或者是加一点点天蓝，往这里本来就有的这种背景颜色里面去做，把这种厚度的颜色去做弱。等一下我们再去拉款。很多人问，
S 号平头笔是用来干什么的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拉不稳，如果你用扇形笔拉不好的话，你就用 S 号平头笔来拉，好不好？山东联考多出啊，老师。山东，我看了好多几个，好多几个说要看山东的了。好的，后期都会出山东的，你不要着急，后期有很多时间就留给山东，因为今年山东考得很迟，它是12月中旬，那么也就是意味着到11月底接下来的所有教程都是出山东和安徽了，其他地方的就不会出了，因为考过了嘛。对，所以你们不着急了，宝宝，我先给那个即将要考试的什么河南啊，先最急，我都替河南着急，就河南宝宝你们是真的挺急的，又东西又那么难，那要考得这么早。对，我这里用蓝布灰加一点点这种像葡萄灰啊，或者是说红物体灰啊，这种紫物体灰啊，这种颜色，因为这里有点偏紫嘛，所以我是可以加红色的，红加蓝变紫。所以呢，你加完之后，哎，刚刚这样是，哎，这样子。安徽孩子，我平常安徽是不是考挺早的？天，对啊，安徽真的好反套路啊。好，然后呢，改另一条，我们就怎么样啊？光影幻视若记性真好，是吧？是何老师吧？可不嘛，我真厉害，夸夸自己。谢阿狗的牛啊！阿狗，你昨天咋没来？你昨天不那个啥吗？不放假吗？你看前面这种蓝啊，它明显是加了黄，它会蓝的偏绿一点。那么你可以加一点天蓝进去，你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色相去变。如果不会变也没有关系，一会儿我也是一个直接涂的啊，就啥也不会，直接涂到底有什么效果？干什么呀？他们两个打架，是的，不要打了，你妈妈心疼。你会去站队吗？他俩打架了，不会。好，你看这个时候我已经把布纹跟投影做好了，对不对啊？它就比较丰富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布纹和投影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，投影的颜色重一点，布纹的颜色透气一点，布纹的颜色是有明确的颜色倾向的，而且你画的颜色呢是要那种可以提亮的颜色，而不是画一个一画就已经死亮死亮死亮的，那还怎么搞？我用我们投影的颜色啊，投影暗，往这个蓝色里面调一调，再加点暖色，可以加点橙色啊，或者是加一点这种朱红这种都 OK 啊。我要干嘛呢？我要画下这种缝隙处的一个小投影，还不够缝，再缝一点。那我用罐子的颜色吧。河南中专本来好像考试了。是的，我为思思名气添一把柴火，谢谢。让我望一望，这谁呀？黄弦子，等一下，什么张张啊？豆子张张，感谢豆子张张，谢谢李星星。今天中午，啊，小乌龟你来了，今天中午再来投资色，谢谢小乌龟，很棒棒，马上你就可以收到你的颜料了。是的，小乌龟。欢迎家宝宝们，想要色彩高分、色彩提升宝宝们，左上角点击自己的关注，关注你的国美思姐，关注国美关注国美不迷路思姐，哎，很高分啊，关注国美不迷路。好，然后呢，把那。背景上面的一些重颜色画一画，谢宝宝点赞，点赞小手不要停，好不好？我的粘贴怎么没了？我都不能粘贴了，写半天了。你们有什么色彩问题都可以在弹幕里面勾出来哦。但是直播不是录播，调色白痴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宝宝，你收到之后，那个你找客服小姐姐，她会给你那个教程的，你跟着那个自己的教程画。我们小课程里面不是还有很多的那个描色视频吗？包括今天自己也是拿描色画的。别给进 VIP 群啊，你把那个你的画面发给我，我可以给你看一下。小薇，你在群里面吗？妈，她昨天应该是加了的。我昨天看了的。虽然四月才考试，但是没什么基础要求。你跟着自己发那些长视频啊，小破站的长视频，你跟着一起画一画，从以前那种简单的单起，还有一些那种很基础的调色视频什么的，都跟着一起画。你看我到这一步呢，我要因为刚刚做的这个布纹我已经跟你们讲了，它要稍微的灰一点，对不对？我在我们摄影的一号勾线笔在这种布纹厚度的缝隙下面，我再产生这种颜色，我要增加正布的一个层次，还可以用这个一号勾线笔怎么样，在画面当中勾勾点点。Hello， 孙策，宝宝你们在静静聆听吗？怎么今天小破站宝宝们都这么的安静安静呢？昨天你们那么的活泼。肯定不是同一批。昨天那些宝宝们，今天就上课去了。今天孙策，你怎么天天都有空啊？你真好，你都有空一点啊。对，孙策还挺有空的呢。对，我们光影画室也是老朋友了，好久不见了。你看我这个时候呢，不是 QQ 啊，怎么可能看不到？什么东西看不到？全屏3125，就那个 VR。小地球啊，你看像这一步呢，我用我们的一号勾线笔，你看我又往里面升华了一下，我又多去做了一点内容，对不对？很多稿子就是，哎呦天哪，你知道这个用每条色你知道有多快吗？我把衬布提亮，我就画完了。结束了，半个小时就能搞定衬布，你为什么没有？现在才十几分钟，不到20分钟。是的，因为我本来就推迟了，聊了一会儿天我才开始的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是很快的，哇！用描色真的是可以大大的节省你的作画时间，而且它的颜色就不太会出错，你知道吧？比较稳，你不会太离谱。那用白加一点蓝不亮，加一点点拿黄，不要加太多白啊。你加拿黄或者黄物体亮的颜色都非常好，因为黄物体亮的颜色，我们四月九十四那个黄物体亮的颜色也非常的经典，好看，调脱节了一点啊，我再把它整回去一点。月底专门考试，现在描色还晚吗？不晚，不晚，赶紧的，你抓紧，赶紧的。月底现在还有这么多时间，你可以画画很多幅画呢，你还可以跟着四姐的教程一起画，好不好？你看现在四姐用的都是这个描色颜料，它就是为了给你们买了描色的宝宝们有更多的教程可以看。所有买了四姐森野传承们啊，包括金榜都可以进我们的四姐的 VIP 群，四姐的 VIP 群会给你们在线啊，给你们评画，在线评画啊，把你们那些跟着四姐画的这些作业给四姐看，四姐告诉你们要怎么改进，怎么能拿到更高的分数。是的，我是不会屑于去跟别人去打那种价格战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比如说你要是你像金榜，我用金榜举例啊，可能还有一些那种乱七八糟的渠道啊，他有买，但是我的付出跟他们的付出是不一样的，那我会教你怎么用，人家只是收割你一波就走了。对，你买了那些的话，你拿到那个视频还是思姐做的视频，但是他们拿的还是思姐的视频，但它只是一小部分，我们思姐有更全更多面的视频，而且还有完整的 VIP 群给你们去
相当于一对一的教你们怎么去画。三科都会有，我还会给你们速写和素描的网课，送给你们石膏的速写创作的都会有。那今天不是改了吗？你看我提纲的时候，我其实做好量化，我这样提纲就非常好提了。记住提纲有个原则，四周整中间是丰富的。好，到后面我们要用小笔。啊，这个时候我们的衬布就丰富起来了吧？那我今天画的这块不能演示的是比较偏全国一点省份的啊，近一点会。越往后，我们用笔要用的越来越细腻。小乌龟，我刚发的这个你能看见不？这么勤奋，今天还加播，是的，让你们，因为现在有些宝宝是周六他放假，有宝宝是周天放假，你们马上要考试了嘛，四姐生怕你们看不到直播，生怕你们看不到最后这一把油给它加上面。我想想，累死也就是一个月。是的，小乌龟，当然你们也就这一个月需要我，下个月可能就喊不动你们了。我懂你们，你们的色彩问题都会在里面抠出来啊。是的，你看这个时候，哎，我提亮完之后，我可能觉得哪里的布纹还不够，我就会用绿布亮，不，绿布灰加蓝布灰。我为什么加绿啊？因为前面的这种蓝布里面加了黄，所以我蓝布里面要加点绿啊。我用蓝布灰加绿布灰来，再加一下这种厚度。屏蔽了你说话是吧？对，这个位置物体是有个物体的啊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把缝隙处再考个证一次。缝隙处我们可以用大红加湖蓝，或者深红加湖蓝都可以啊。好的，下播之后。好好看，谢谢。对，这是四姐用我们森野的描色颜料，对，因为这里啊颜料拍不出来啊，所以我一些基本用的颜色我都用口头给你报出来了。用森野的描色颜料画的还不行。因为这个呢，我就没有去过多的说区分两个颜料，因为这个蓝布的颜色呢，我们森野和金榜呢它是差不太多的啊，因为它们两个颜色呢都是色相上有那么一点区别，但是问题都不大，都好用啊，所以原理都是一样的原理啊，你不管是拿的哪一套，反正你就按照我报的这几个颜色去往里加，去跟着这个思路调，哪里调不出来的，哪个色相不对的，你进 VIP 群，你艾特我，我给你看好吧。应该没有哪个老师是真的卖东西的，就把教你怎么画吧，就真的是让你跟进啊，一直保证到你联考的时候我肯定都在的啊，都会给你们去指导完好不好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白布提亮一下，你看是不是很简单。四姐，你画室用水粉洗稿的人多吗？多啊，为什么不多啊？我刚才画完全屏蔽掉了，很神奇。你说什么？我就说思想生电就行，我看这什么字都屏蔽了。电吧，是不是个电字？不是，自扫射电可以发出去，就是搜这个字，就说橙色软件这个字，肯定是橙色软件和搜。考试的时候清一色铅笔起稿，我每次去四姐画室看的时候，基本上好像都是他们用。他们现在其实画的挺好的，我们今年有几个无敌高手。有一个要去冲央青的啊，冲央青的，因为他文化课能够有500多分，他是应届生，他就学了2个多月，哇，太有天赋。有时候真的天赋异禀，没有办法，就是那种轻轻松松画下，感觉那秒杀老师的感觉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东哥都感觉香啊，做学生小孩说多来点。是的，每年恨不得都是这样的学生。你看我把这种台面加起来，哎，这个时候我们的画面它就怎么样啊？完成了，简不简单？不难。你想卡卡点呢，我们也是可以卡的啊。你比如说，你想说老师，我还想卡卡点，让我们的画面再丰富一点啊。像这种米娅姐姐先过来的地方，你可以卡重一点，呼应一点这种蓝灰。像这种就比较灵活生动的位置，能做得好就做，做不好可以不做，好不好？那我觉得如果可能用每条色的，可能有些宝宝基础它会弱一点啊，它需要帮助，你就少整一点这种东西，可能整多了你会花掉，那么你就考虑这样子就好了。是不是比较惊讶？这个就是用蓝布亮灰啊为底，加上我们紫布亮啊以及红布亮。你硬是没有红布亮肉色，如果你的肉色不是很脏的话，颜色色相不是很灰的话，可以用上去的啊。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红，直接用描色的红布亮的颜色就可以了。对，然后呢，像背景的话，我们就是本来就有这么多灰，什么万能灰啊、暖暖背景啊，这种颜色都可以用，不锈钢颜色都可以用，所以你看搭配下来，我们的画面就比较多。那如果有物体的话，可能这个位置还会有物体啊，会有投影，还会做点层次。所以，但是我这个位置是重点去跟你们就是说去做了一下特写啊，包括像这种位置的投影，我也重点去给你们做了一下特写，从前到后啊，这种空间我也去推出来，是不是的？你看我一共这么长时间，就半个小时就完成了。所以你们为什么时间紧、任务重、画不快、不会画的同学，你一定要节约时间，赶紧啊，赶紧给自己安排好自己的退路。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神器，临阵磨枪，不快也光。反正这个看你自己啊，你觉得你有需要的话，你可以买几个衬布颜色试试。现在双11，反正都有活动，也就10块钱，10块钱认准啊，某宝做的店铺，思思老师的店。是的，你上淘宝去买那种付费教程，你买个衬布模板，你肯定都不止这样的钱。那人家都不能够确定你100%，就一定他只是教你一下画法，你都不能够确定100%一定能调出这个颜色。这个是给你教程，还给你产品，给你颜色，能明白吗？所以说，你把饭喂到你们嘴里了，嚼碎了喂，说的有点恶心了。好，你看这个时候，我们这里就怎么样，可以结束了。好，我下面我试色给你们看吧，好不好？